你得时刻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。我抽抽个奖，我棋也不下了，饭也不吃了，直播也不播了呗，那我干啥呢？对不对？出啥事儿了，我也得给你们播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刺客咱就不玩了，换一手。请把泪目搭在公屏上，那本来的嘛，不能因为一点小破事儿就影响了我们的直播，让后来看过看看让看直播的兄弟们感觉到不爽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哎我操，他这小猫这么猛，打死一个能不？哎，要是你没脸吃，那你就别吃。那你这心态是真是不咋地。让我们三福星起航，感谢喜欢你上面，搞得跟天塌了一样，天塌了我也顶着。天塌了也给我播下去。88，我们现在是一连败啊，海带汤，你怎么知道海带汤呢？无尽有了啊，先拿一把攻速。吴亦凡，
希望这把不要有这拼多多法呀！别给我整那拼多多，我受不了。玩啥越南？俺们福星玩什么越南？我们福星。福星的。三国猛将。让我想一想啊，三国猛将。三国猛将啊。可以拿，可以拿，没铲子，哼，哼，没铲子，我让你明白到底有没有。当我咔嚓爆出来五六个铲子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，小伙子。四连麦了啊！刚这波如果来了个阿卡丽是天选的，我是不拉了。给个全套着吧。那波波买入也没办法，尽力了。打不过也应该不太可能，我这盖伦挺猛的，给个拳套来，锁着甲，锁着甲不如大腰带呀。哎，没事能打吧，问题不大。看上去好像是打不过，但安吉尔有盾，没有关系，拳套。哎呀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呀！看看这怎么配啊？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三国，拿掉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法爆，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无尽。你们说禁夫是无尽法爆狠还是科技枪法爆狠？等不到那一天了，我怎么等不到了呢？我可以给卡特先上个春哥，来，先来个春哥，目前五连败啊。一会儿先转个三国，现在给你进夫你都到不了前四，哼，哎呀，你笑我到不了前四，我笑你太过于年轻，小伙子。
六连败。交给我了。六连败。七连败了，没，现在是六连败的啊，现在是六连败的状态，下一轮将是我们最后一轮连败，兄弟们，最后一轮，下一轮我们的质量将会非常的猛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一轮连败，先拿个腰带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没有腰带呢。腰带你总不能要吧，对不对？腰带你肯定是不要。六银口能刷着五费牌不？好像不能哈，得七银口。可是我顶不住了，我们现在必须得把钱给他吃了啊！现在必须得把钱给他吃掉。交给我了。先上个赵信，开地。刚进，今天好像很热。找一个卡特，碰上的人好像有点厉害呀，这能不能赢啊？这只要赢一轮，我们就能起飞。赢一轮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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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打一啊，五对一，兄弟们，破他甲。控制他，一口耳链，转儿，来一拳，啊啊啊！操！哎呀，这波没影，哎，气死个人呢！这，找个卡特来，暗魔神威，无坚不摧。好，有卡特就行了。包女儿不生，盖伦可以生，赵信可以生，包女儿在下面。好，这一波赢应该问题不大啊，问题好像有点大。这咋这么狠呢？这五个一星没打过，我操了！哎呀，九连败了，兄弟们，九连败了，九连败了，我得升级了，我这一看呢，我得给卡特来点装备呀。下波我们升级啊。升级上个赵信，来个单挂五费卡也行，我先给上点装备。
来拳头。来个单挂的五费卡、啊。有没有五费卡给一张？交给我了。胜利在呼唤。我决定先给老母驹先给他升了。这轮俺们把这个俩卖了吧。交给我了。赵信差一张。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，兄弟们？哎！别！哎！动！西飞！来吧！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让我看看啊，这装备怎么给？法爆有了，狂徒，狂徒女神乐给你，法爆无尽，斯诺特传送门。我再给上个包女啊，上包女。科技枪不行，我得给那谁呀、啊？我得给那谁装备呢？我得给禁夫装备呢。有没有上回的那个运气呀、啊？再给个禁夫吧。有上回的运气没有？给的东西其实一般般吧，要我说，那多给几个彩儿也没啥用，多给几个尼克啊，这家伙你说。差一个三国，差个鸡，选秀拿个鸡吧。我们主要是靠人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人多，别的没有，我们人多呢。哎呀，我们的人特别的多，我们已经九人口了。没有鸡呀、啊！我想单挂个五费卡，你知道吧？但到现在他也没有啊。火炮能给谁呢？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上个进吧，要不？咱们正好上个进。行不行？这多好啊！这。
哎，这近打脚印能打动啊？好强啊！我好强大哦！阿姆换金克斯不也得有吗？那没有啊。上人口啊，行，上人口。哎呀，给我一顿扎呀！很可惜，让我赵信一个大甩给甩死了。下，七营口太难递了，也不是没有这种机会嘛，也是有可能能递得到的。银海战术，人多，我九个人，我看能上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多上呗，这现在没多上是吧？塔姆上换了。塔姆换成金克斯，然后我们上个威音。哎呦操，这个可以啊！千万别给错了啊！千万别给错了啊！千万别给错了，先给塔姆先留着，有惨着了，嗨，哎，有狗三国了。我们硬凑的，这属于硬凑啊，硬拼凑出来的一套这个三国，旧三国。哎呀，老狐狸可给我吓死了！可我们单挂五费卡，有五费卡就单挂。这也太顺了吧，这还顺呢，我都十八滴血了还顺呢，还顺吗？这顺吗？这我没看出来哪顺呢，兄弟啊，我都快死了还顺呢。就是四五倍的就可以挂上去，我现在急需一个禁夫，禁下了换阿卡丽，不换，我觉得这禁挺好的，阿卡丽都打不动人，来陪我玩玩，我先拿一手行吗？我直接给他升了得了，找个金克斯或者五费卡找一张，不换就进就可以了。金克斯在哪里？人好多呀，人多吧。
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给我呼死他！把塔姆换金克斯，有没有五位卡？给张五位卡呀！也就这鸡了，还能行事点吧？关键这鸡拿了没啥上的，没事，不拿白不拿啊！让人拿了，让人拿了水银，水银吧，水银给卡特。有没有禁夫？我不要禁，我现在要禁夫。蛤蚱，蛤蚱的话。爬着就得配狼人了，差一块钱咋办啊？锁了，锁了吧，锁一锁。四神社厉害呀，那我们就四神社，可以上个蛤蟆再上个狼人，但好像没有现在厉害呀。神射手还是挺猛的，我主要我就扫后排伤害，现在我们不扫前排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你让禁多打点虚区，我这禁夫没来，我们就只能靠个禁了，禁夫没有就只能靠禁了。这小子十八滴血，我们现在占据第二名啊！十八滴血，名列前茅。有禁夫没有啊？小黄毛，太刺激了！进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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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这蛤蟆了。我们福星可以下了一会儿，其实就这个可以不要了，这个给他换禁夫，这给他下来换上去一个，这俩不要也行，撇了吧。生了，不生白不生啊！生，把这五费卡给他拿着。啥都有，现在就扫禁夫了，兄弟啊！啥都有，现在就扫禁夫了，别的都无所谓了，赶紧给个禁夫。呀，包女下了，他妈没有神色，我真是个傻逼。问题不大，我们银海还是很猛的。
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来个卡特。你们这黄鸡换不换？好像没东西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三星寒冰，那我这没了呀。哎呦我操！哦，六滴血，换位呀、啊，不能换位。啊，可以换位，换位，谁是天选呀、啊？啊，盖伦是天选。我准备好了，换位。时机到了，老头子。吉姆上这个位置真傻逼。啊！我的近死了。哎呀，漂亮！这小法师杀了就能赢了。第二名了，兄弟们！哎呦我操，三星狼人，哎呀，这可整不过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啊啊，嗨呀，我们第三呢，哎呦我操，没打过，哎呦，这能没打过啊？这九法师挺恶劣呀，可挺恶劣呀，真的恶劣。